我发现阿姨很有可能出事之前去过的，那最大的嫌疑人只能是秦首首。要找什么呀？林小姐说她丢了东西，让我看看监控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什么时候丢的？5天前。我感觉，好像他们知道了什么。这件事情真的不想让林无知道吗？对。秦先生他有一个习惯，会把所有重要的资料都存在一台电脑里，这台电脑的存在只有我跟我妈知道。你怎么在里面？这是我妈妈的房间，我干什么你管不着。但是，你不想知道真相吗？留下我这样的女儿是不是太冷酷了？太不近人情了。如果最后真的跟秦州有关？ 你打算怎么办？部长，我这戒指没有找到，心里也不安。这是他去过疗养院的证据吗？秦深深的戒指为什么会在我妈的衣物里？秦深深，为什么又是你？